好之后第一次训练开始嘅时候，大家都个目标都好鲜明嘅，就要升上 D1， 要做直升机。喺我哋今次嘅成功背后啦，其实我哋全队嘅成员啦，都默默付出咗好多。同埋我好感激，真系有一班好热血嘅队员去陪我去完成呢一个梦想。咁最尾仲有好多 C grade、B grade 同 social 陈 Sir 喺侧边鼓励我，咁就令到我可以挨到翻嚟咯。当我哋知道 C grade 嘅成绩唔系好理想嘅时候，我哋 A grade 大家都好紧张。我见到啦！今次我跑得最辛苦嘅系，但亦都系最光荣嘅一次。我好开心，我自己就可以支持到，仲要同冲锋一齐冲线啦！大家上一齐，真系好开心。呢个一个好好嘅经历啊！华人由上年由 DC。到而今年 D2， 再由今年升埋上 D1， 其实我觉得是很开心咯。其实我当初入 cross country 嘅时候，我冇想过是可以升到上 D1 嘅。比赛里边，我冇想过攞咩名次，但系我尽力去跑。一开始打个圈嗰时候，我记得我的名次是62嘅，我就因为佢嗌我加油，一路超越前面嗰啲。賽者啦，佢最尾就攞第33名。攞到咁好嘅成績，我覺得我自己嘅努力係絕對冇白費到嘅。今次就努力啲練，咁最後就攞咗第二。有時練習都幾辛苦，不過辛苦都係為咗好嘅啫，都係為咗呢個比賽。低方嘅同學啦，佢哋家長其實都俾咗好多嘅支持佢哋。咁我今日就好開心啦，可以見證住華人咧就升 D 啦。多謝蘇 Sir 同埋陳 Sir 嘅，佢都抽咗好多時間俾我哋同我哋去到練咯。一定要多謝蘇 Sir 喺舊年咁樣操行我哋。我哋訓練得幾辛苦、幾認真，我哋今日嘅結果就幾好。我真係好感謝每一個曾經幫助我哋去渡過呢個難關嘅人。只要我哋有付出嘅话，我哋得到嘅鼓励系会比想象之中更多更多嘅。